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ks。今天这期的视频和以往会非常的不一样，大家都知道我拍风景会比较多啊，这一期我要挑战一下拍人像。那么做这期视频的契机呢，是因为近期尼康给 Z 系列的相机更新了固件，大幅度的提升了它的人眼和人脸的识别率，然后所以呢，也是借着这次的视频来体验一下它更新的变化。俗话说得好啊，隔行如隔山，即使是摄影领域，人像和风景也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呢，这次我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苍老师，有请苍老师出场。然后苍老师是有着多年的旅拍经验，是一名专业的人像摄影师。苍老师拍人像拍了多少年？拍了七八年了吧？有哇，好长时间了，这比我接触摄影的时间还要更长。然后呢，苍老师呢也是多年的尼康老用户了。听说你最近换成了尼康，刚换了 Z6 第二代。最早是就十年前是用的。D70S， 哇，就特别老的老古董了，600万像素。我那时候是我最开始是 D90， 你是 D70S， 然后换到D700，然后800、810。对，苍老师之前一直是D810的钉子户，然后苍老师现在应该是还没用过尼康 Z 系列的镜头吗？对，我之前还是 F 口，还没有。你都是现在靠转接吗？转接。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带了三支尼康 Z 卡口的镜头，35F1.8S， 然后501.2S。还有70-200F2.8S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说明一下本次挑战的这个规则。我们大概会有三个场景，每一个场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。选这个镜头的时候呢，你得说一下自己的理由，让我们大家都学习学习。限制时间是20分钟。那第一个场景，我们先来决定先后顺序吧。虽然模特还没来，来识别人物。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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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刚好时间，我们正在拍录开头呢。正在选镜，刚好马上就要到介绍你的环节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哇，我输了。我先来选这里，根据这边环境，这个吧，7200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都是一些小巷子嘛，然后拍远景压缩感什么，因为感觉这里内容元素都挺丰富的。然后想把它稍微画面压缩点，想拍一些局部的东西。这倒是这种长焦镜头的魅力。那我的话，我觉得我来选这个吧，501.2S 吧。据说这个镜头，它是58F1.4的这个新款。58那个你知道，你听过没有？我知道。它的虚化很有特点。是。但是它当时因为光学设计的这个技术限制，它的全开光圈画质会比较肉，这是它的妥协。但现在这个镜头，它能够在全开的时候也实现很好画质，同时呢也能达到那种很特殊的虚化效果。所以我想先试这支镜头。OK，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模特小姐姐，有请 Sandy。Hello， 初次见面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已经介绍完了。自我介绍完了。我们其实还算是学校有一定的渊源啊。我是东工艺的。我是日艺的。日艺的。对，日艺和东工艺其实一直来关系不是很好。但是不妨碍我们关系好。对。然后也很期待今天我们会拍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个我加油吧。你加油。我加油吧。我拍人像一直都是被视为黑历史的。我尽量不破坏你的形象。OK， 然后我们第一个场景呢，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是镰仓的。吉乐寺站附近的。那个这边是海街日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外景地。看过的打一。那我们准备一下，就准备开始读秒了，20分钟哦。好，我先试一下这个。好，苍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把这个对焦模式全部换了，因为之前都是用的手动嘛。终于能用设置一下，对，太不容易了。苍老师说他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了，来开始吧，走。你先站在这块，然后我从那边拍过来，对，然后你可以看看，对，我先到那边把机位找好，对，看着那边蓝色房子那边。对，比较自然的样子。
感觉我要完蛋了，这也气氛也太焦灼了。Okay. 然后我们下一个场景。下一个场景 ，Go。对。我记得在拍视频也是显示的，正在可以。可以的。哇塞，这个对焦，我这个更新对视频提升也很大呀。这个距离识别到眼睛，对对，我现在拍这边也很好。想去电话亭里边，我这玻璃都能识别，真的。照片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的。还用了几分钟了？我看一下啊。啊。现在呢，还有11分半哦。OK， 充足了。然后你进去，然后可以稍微背着手，然后拍个背面，然后脸侧过来看着你的左右的上方，在这条过道里边正好没人。OK， 苍老师要往车站去了，然后你到那个斜坡那儿往上走，然后扒在那个栏杆，对对，嗯，对，看下边的吧。我为什么要搞这个挑战？我自己，我天，自取其辱，这真的是。哇，这个压缩感也很适合长焦哎，肯定很棒哎。绰有余了，还有3分钟，完了，还有自信。再拍一些这边街道的吧，然后拍一些远景。4、3、2、1，他要是结束，不许拍了，不许拍了，不许拍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啊！好了，哦，20秒，20分钟。OK， 我现在准备好了，我完全没有准备好，不知道要怎么拍，不然怎么样？开始吧，游乐 CQ， 20分钟开始倒计时了。我说 OK， 开始。说这个老爷爷的店开了，是吧？那要么你站在，用这块拍一下看看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怎么快门自己就按下去了 ？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就特别不会，就是引导模特来做各种这个设定。但是好在3D 自己非常会摆，真的是帮助太大了。那么蹲在这儿跟着小猫一起看后背怎么样。OK OK， 然后再换个场景，我往那边走一点，那边有一个中华料理，我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料理。哦，这个店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树的好看。OK， 现在可以看镜头这边。OK OK， 再换场景，这个场景感觉非常的不错啊。现在还有多久？过了5分钟，我感觉像过了20分钟一样。辛苦你，真的辛苦你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车站旁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那个有个小道子。我下一个选项，我想选这里，有点秘境的感觉啊。OK， 然后你往下走吧，开始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哦，这边有点那个什么？哪个地方？旁边吗？啊，就这个啊啊！看到没有，什么才叫专业的模特？开始教摄影师了，太好了！这个地方啊，拍会很好看啊，确实确实是。啊，对对，啊，能拍到，能拍到，我这个距离也能识别到人眼。OK。
在还有啊，还有八分钟，然后我要再去拍一下这个车站，就我们刚刚开片的那个地方。哇，这个场景好哎。嗯，看过来。嗯 ，OK，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先往回走一点点吧。然后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啊？苍石来了吗？等一下，啊，苍石在那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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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这个比较小白，你那边进去了，你边反光了，你再往后。我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嗯，哇，这个连拍也太快了。然后啊，这个地方我也要再拍一下。你这样，你今天进去，然后看怎么能，比如说就这样扒在上面这样。看我进化了，我现在可以指导模特的 pose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非常好非常非常。往这边再来一点点，就是中间一点点，就旁边那个框进去了刚刚。哦，这个距离就可以，不用太近距离里面。对对，这个距离就可以。我看一下，刚刚感觉拍到的不错的。没了，哇，时间结束了，哎，我这拍了270张，刚苍老师是200，210吗？差不多吧。啊，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。可以啊。啊？被表扬了，被表扬了。表扬了，表扬了。主要还是模特，这专业素质比较过硬。没事，我还有我的秘密武器还没有拿出来。啊，我有压力了。你怎么会有压力呢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场景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场景，这边呢也是苍老师先选镜头吧。然后对于苍老师刚刚已经选了青200的，他现在只能从这两支里面选，501.2和这个35.8，选哪个？这次35。三五吗？嗯，不对，选50吧。选50吗？你怎么又改口了？行吗？选50。啊，我说一下我的选择，这次我打算选青200。哎，苍老师来说一说选501.2的理由吧，在这个场景下。其实吧，刚开始本来想选35的，嗯，然后突然改口。因为下一套是拍 JK 了嘛，我想拍的比较青春活力、靓丽，然后动态点的，可能用35比较有张力，所以我就先用50。那等你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苍老师作弊了啊！作弊了，作弊了，作弊了，带了一个小道具。没事，我也有道具，我也有秘密道具。开始，好 ，Go。就到你刚刚给我看那个神社了。哦，好。嗯，确实有点尴尬。不在这里拍吧。苍老师遇到了翻车的条件了，浪费了一点时间。浪费点时间，其实也是常有的吧，对吧？所以你平时的这种会有，但是这个神社我之前来没有这样的，就是这次来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。看着我。哦，这个异化物我在这儿吃过一顿饭，这是一个古民家改的一个小餐厅，挺漂亮的，不用太进去，就在门口台阶上就行了。那你稍微进去一点点，然后出来的样子。OK。还有56秒了。手稍微放下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看着手，看着手。我估计就在这里耗完了吧，这。二，看这里。好，OK。时间到。
OK， 我准备好了，三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也准备好了。你也准备好了，倒计时20分钟。OK， 开始。先手机一个小拍。好。这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我也想拍一下，但是我得站远一点，因为我是70-200，我要从这个地方拍。看，我这可以很好的运用一下这个镜头的压缩感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哎，这个哎，挺好的，挺好听的。就这个距离，它也能够很好的识别的这个眼睛。OK， 我换你吧，这个已经拍到很完美的，走吧，走吧，可以，非常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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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感觉更自信了是吧？自信很多。拍的烂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自己得有自信。哈哈。你是要心理干什么？对对对。苍老师心里面有点焦虑。对对对对，不能让苍老师觉得他就稳赢了。我想把这个拍在一起。嗯，这还蛮有意思的。看一下啊，那你过去吧，我在这边看一下。对，就得离特别远。对，得叫对讲机。哇，这个是真的有点对讲机的感觉了。啊，它这个玻璃会有一定的反光。啊，这倒也能拍，也不是不能拍，也能拍，但是我这个好像很奇怪的样子，虽然说它隔着玻璃也能识别。哦，还有一个镜子里的你。OK， 那我想我摆一下啊。能不能这样，就是我不是那个，就是看能不能那个相机用在一起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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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太可以了。表情有点销魂。你需要什么样的？不过这种姿势好像本来就比较那个什么。如果头低一点呢？哎，对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。完了，到时候被人说不会用相机，连那个镜头盖都没有开。对，你就一直开着就可以。对对对。先在原地拍，现在就这样。对对对。拍六分钟。OK， 我看一下啊。拍一个那啥的，你可以在这儿，就是你背对着这个不拍脸，就是比如说相机拿在就拍到背后的一个样子。对对对，你可能在这样。OK， 可以，换下一个地方。感觉其实70-200想用好也不简单呢，也很难呢。还有3分20秒，加油，还有时间。多久啊？到时间了。OK， 啊，到时间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个场景，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恶劣了，风大浪大。对啊，现在有没有蓝天，就是感觉塞牙哭。但是真正的厉害的摄影师是不会畏惧这样的天气的。然后呢，最后这个地方我们都没得选了，只能用这个35.8。然后呢，苍老师说拍这个是想拍出那种生活感，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出生活感，要有活力，就广角一点的。然后呢，三弟呢，他也换了衣服。然后有请 Sandy 画上了 CK 制服。Hello， 初めまして Sandy です。我们要增大这个难度呢，现在只能拍10分钟。
这天气还要用什么道具吗？不用了，我们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不要说口号好不好？我们要说せーの行きましょう。好，十分钟开始，开始了 Go。 风太大了，我的妈呀。这个完蛋了，这个太考验模特了，这个根本没办法。看着我，因为我刚一直在幻想它，就是它风可以能吹出来那种非常自然的那种，像小清风一样飘柔感，结果这是暴风。这个地方好哎，然后你现在是可以乱跳了。也是两百多，不过十分钟吧，就十分钟两百多，这二十分钟就得四百多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天助我也啊！啊，这风太好了，但是这个风就是有点太大了。哎，我喜欢这个风。当天的拍摄到这里突然就结束了，因为发生了一点小意外。我们在便利店外面吃东西的时候，有一只老鹰突然袭击，抓伤了模特的脸，所以我们后面就紧急去找了急诊。好在伤口不深，剪视频的当下小姐姐已经快康复了。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海边的老鹰。所以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你觉得 Z 系列这次升级的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。我是 Links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